個禮拜科學會搞過嘅宅誕活動啦。咁我相信大家都玩得好開心啦，同埋我哋都覺得自己搞得好成功嘅。係啊，其實好多人都參與咗啦，四十幾位單位，八十幾個參賽者，多過成300幾個觀眾咁，搞錯，我哋都好開心。同埋相信大家都想知道個比賽結果啦，咁會貼咗喺5樓科學室門外啦，大家少少可以去參考啦。同埋我哋今日早會會頒發頭三名嘅獎項啦，咁請科學會嘅顧問老師都拎上台啦。係，咁我哋首先就頒阿季軍，季軍咧係天號第24號，係 DS5T 嘅黃卓榮同鄧子晴同學。DS5I 的陳彦章同學。現在就頒冠軍了，冠軍呢是編號第1號，他的時間非常快，又是1秒31，是 DS5Y 的葉榮堅同學。我在這裡講幾句，這些同學就做得非常出色，那時間這麼短應該都沒什麼可以改善的，因為這個速度基本上是自由落體的速度，他們這麼快的速度底下都仍可以保持雞蛋不爛的，他們的想法呢都是一個新的想法，就是解決這個問題是一個新的方向的。他們不過時間這裡就不再分析了，不過呢就在這裡我想提一點呢，就是有一樣東西呢，雖然今次搞得這麼成功，但有一樣東西呢我覺得是有些遺憾和有些是失落的，就是S6 和S一路去到 S3 的同學都沒有參加到，即是中學中六到中三的同學都沒有參加到。那我想在這裡提一提呢，就可能你有個誤解呢，科學會呢不是只是搞給 DS4 和 DS5 的同學的，科學會呢有些活動呢是公開呢給全校的，咁呢所以呢就沒有S6 同埋一路去到 S3， 即係冇咗中六，一路去到中三同我參與咧，都係一種遺憾，同埋都係一種對我嚟講咧，都係一種係有一種好強嘅失落感啊！咁咧嚟緊咧，科學會咧會搞第二次，係今次係掟飛放飛機啊！咁咧唔知打算放啲掟飛機又滑又長嘅飛機喎，唔知咩機啊！咁希望咧，我呢度咧特別鼓勵咧係 S3。到 S6 的同學是來參加的，因為這個活動是歡迎所有全校的同學參加的，在這裡是鼓勵一下各位，特別是高年班同學是積極參加。剛才多克拎所說的活動，我們稍後會早會到會詳細宣佈多次。剛才見同學都有拎獎狀，其實每一位參賽者都可以獲得獎狀一張的，每一個單位最少派一個人今天去，或者今天或者是禮拜一咧，去到5樓嘅科學室門外咧領取個獎狀嘅。咁咧就仲有咧，我哋就將整個活動咧都銷售咗一隻 DVD 啦。咁咧就 DVD 落包括咧好多精彩嘅錄像啦，啲嘢跌落嚟啊、爆開啊、尖叫啊嗰啲咁就好多靚相啦。我哋揾咗拎獎嘅同學咧，就做咗個訪問啦，同埋科學會都解釋翻整個活動背後嘅科學意義。咁咧，所有雞蛋冇爛嘅同學咧，都會獲得免費一隻㗎。